哦，自己上镜头啊，这样播报的感觉怎么样？会不会紧张？老师，那你眼睛好闭眼。来，就近点，就近点。有练习过哈，你朋友哦，哦，好，来，那你呢？怎么会想来参加这个记者营？朋友介绍。啊、哦，朋友介绍。嗯，啊，希望来这边学什么？就是学一些有关记者的工作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大家好，我是全球主播郑彩宇，我今天要播报新闻，高雄市左营区的。国公园经过整修后，整